新庄子福德庙一早就聚集了许多人潮，农历的二月二日是土地公的诞辰，许多民众在前一天就会来祈福祭拜，而当地里长表示这是一年一度的信仰盛事，每年这个时候都会有许多香客前来祈求一整年的平安与财运。每年2月2号，农历的二月二号跟农历的8月15都是我们土地公的圣诞生日，都会有很多的信徒会来参拜土地公，非常的灵验，这种我们在这里我们保佑我们的乡民以外，特别有一些各个行业的人来祈求我们土地公都会得到非常好的应验，有求必应。现场的信众除了准备各种三牲与鲜花来祈福之外，庙方也在未来几天将举办一系列的活动，要邀请民众来共襄盛举，但因为正值防疫期间，庙方主委也特别提醒，希望民众来参拜时还是要记得戴口罩，落实防疫。明天参拜嘛，我们家有请那个平安行的，有寿桃寿米，让乡客大家吃一个平安，大家家家好快乐。来拜拜的时候，尽量配合一下，配合政府的那个政策，防疫爱做够，大家口罩挂一下，感谢。当地里长和庙方主委也欢迎所有高雄市民朋友一同来共襄盛举，感受地方信仰文化的传统魅力。记者张世明、潘文玉高雄报道。